塑胶花的颜色哈。像哎、欸，花啊。元旦快乐！元旦快乐！嗨！元旦快乐哦！元旦快乐！元旦快乐！元旦快乐！岁末年终，只要你来南投的原住民部落，都能感受到这样的过节氛围。像新义乡的罗纳部落，由于村民大多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，圣诞节这里家家户户都布置了灯饰。户外气温是冷的，但气氛看上去是不是非常温暖呢？我小时候就是天主堂他们二十四号就是有个原住民的舞蹈嘛，公部门也进来了，就是可以营造一个宗教圣地啊，让外地游客到来的时候，不只是来过圣诞节，也让他们真正知道圣诞节的意思，要关心耶稣，他是为你降生这样子。罗纳教会自己也办了圣诞市集，古鲁马哈，那天主堂就是有晚会、报佳音，然后公所就有点灯的仪式，各灵就带着灵敏布置这些灯饰，他们有比赛。爱上咖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就自己来种。这是你第一次种咖啡是不是？第一次啊，大概两年前。对，我以为明年才收，然后今年一开花，我朋友就说会有果子，我就吓一跳，就觉得很开心。他是说可能管理上就是有用心了、啊，所以给你回馈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当初在想要取什么名字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要跟部落有很有关系啊，我想说我们家对面。凌晨四点，60年来都没有间断，就是会有一群信徒会在那边做祷告，然后为台湾啊，为部落、为族人来代祷这样子。我们有时候凌晨就是听到那个他们祷告声，或是敲鼓声等等。对，都是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很敬佩，因为从我爷爷、我妈妈他们都一直守住啊。至于我的话，我想也要努力加油，这样子传承这样子。所以就取罗纳守望者。第一年有收成的咖啡，对。而在南投的另一个角落，宗教信仰完全不同，却种着一种俗称圣诞白雪的植物，来自中美洲的白雪木，雪片似的花朵，每年11月中左右绽放，花期大约2个月左右，秋冬来南投一定不可错过。如果赶不上白雪木花期，没关系，还有个地方，一年四季都能赏到100种以上的竹堇花。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毕业，对，我在南部开医学检验中心开了20几年，然后我的人生观，我觉得说，其实你的健康年龄可能只到60几岁或70岁，我不要有一天阎罗王问我说你的一生是什么，读书赚钱赚到死没了，所以我觉得我的人生不要这样。所以我50岁我就退休了，就我自己就下来。我当时这边是一个荒山的，真正很荒凉的荒山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建这一块。那我今天我最自豪的就是说，我这个地方的每栋房子啊什么，我都是合法申请，开发过程中都是合法开发。那总共前前后后花了多久？12年。其实竹堇花有很多的品种开花性很不好。所以哈，我们一直要筛选，就是要筛选它开花性好的。像有的它冬天才开花，夏天不开花；有的就是水多一点就死掉了，抵抗力很差的。那天我们都要把它筛选掉，筛到那种不管天气从8度到38度都会开花的。台湾适合种，非常适合最适合。对，只要你不要下雪啊，不要说冷到都10度以下，应该都 OK。今年育种，然后我们自己很喜欢的花，这2朵是今天才首花，今天第一次开花。
对，然后哇，很漂亮。我今天的那个脸书上，我就是要 po 这两朵。跟之前的长得有什么？它第一个它是复瓣嘛，啊，复瓣的话要出这种红白斑哦，其实不多见。复瓣大概都单色比较多，像这种红白斑那种明显的其实并不多。阿卡坡可黄金啊，它是一种鸡尾酒的名字，有斑的我们称为斑花，这个就是有斑纹嘛，嘿。像这种就没有斑纹的，我们称为色橙花，它就是两层，像这个大概有三层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，这就是三层花。单瓣花就是五个花瓣嘛，一定都五个花瓣，再大朵再小朵，单瓣花都是五个花瓣，朱槿就是五个花瓣。对，那复瓣花当然就很多花瓣，但是我这一朵是很特殊的一朵花，它随时就是十个花瓣，很奇怪哦，随时开感觉就是十个花瓣，所以我把它命名为五福成双啊。这种一聊下去都会玩得很疯狂，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它会开什么，就像开奖一样，每次授粉完就等开奖，很好玩，比我厉害的多的是。我的好朋友就是每次育种都五六千株，哎，那不是不像我最多就是一两千，他五六千哎。哦，那很可怕，对。可是我希望来我这边买花可以买得很惬意，买花买了还可以拍照，还可以逛一逛，甚至你还可以喝个下午茶。有餐厅的目的只是要让人家买花买得高兴，买得轻松，甚至你可以买一个下午。认识了这么多种朱槿花，我最爱的却是大花。这只可以跟人玩的、哦。对。来，乖，这是鸡吗？这是狗吗？这个，它叫什么啊？都叫阿花了，它以为它自己是人，其他都没有办法像它跟人那么亲近。哦，从小养大的。第一次抓鸡有什么感觉？有点紧张哎，很想打鸡，没有啦。它不是日本的种，只是日式庭园特别喜欢买短脚的。在他们日式庭园里面摇摇摆摆漂亮，因为他们生出来短脚就要卖给贵族，有庭园的贵族，所以短脚就特别值钱。其实他们这个日本鸡是东南亚的鸡种，只是日本人特别喜欢这种东西。它呢不怕人，然后呢你只要这样子轻轻的把它抱起来，啊，这是我们的阿花。十年前我没办法买到这么短脚的日本鸡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人家有卖给我一些我知道是日本矮鸡配出来的，但是它可能跟别的鸡打交道脚有点长长的，所以我们就一直育种。我记得第一次是130个蛋里面才冒出第一只短脚的，然后是一只母的，然后就拿那只短脚的继续跟别的配，到后来大概又花了一年，大概每30只会冒一只短脚的，然后到后来像现在我大概70%都是很短脚的。哇，对，就很漂亮，就是八寸化了。对，